各位同心搞炸，今日较辛苦吼，今日爱自早起一直上到暗时十点吼，啊，所以吼早起较有精神的时阵吼，想各位了解一下，了解咱台民政府吼，咱的主张，啊，咱甲美国有啥物协商，吼，啊，为什么咱爱了解咱家己真正的历史？所以第一节课吼，咱为咱的战争史来看咱台湾的地位，吼啊。各位花一点点时间哈，让自己沉淀一下，来先来了解哈。我想要请教各位哈，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哈，咱即摆拢一直讲，咱要互咱台湾民政府要互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啊，那请问咱各位哈，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哈，敢有正常化？为什么无？啊，为什么有？咱的主张第一条就是根据国际法律哈，互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第一条，根据国际的法律，和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咱要开训的时阵，拢有看到哈。为什么台湾的国际地位甲即摆我都正常？对，哈，为什么台湾的国际地位哈，即摆伫个国际上，大家拢无爱承认台湾？到底问题出伫个倒位？我们的概念要清楚哈，各位要了解哈，恁爱有准备，因为咱真正伫要执政啊。咱要执政，各位拢是公务人员，拢是政务官。恁阿伯下骹拢会带一群人，迄群人吼，拢会来甲恁挑战。为什么会跟你们挑战？因为因读的历史甲恁今麦读的历史完全无同。他们念的历史跟你念的历史完全不一样。这69年来吼，因读的历史都是中华民国伫倒位，伫台湾嘛。中华民国在台湾嘛。我们小时候同学不是都这样念吗？不是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歌，我们用的中华民国身份证，用的中华民国护照，用的中华民国的硬币，中华民国的钱币，所以你会一天到晚听到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你就觉得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但第二打着高尼进检哈，69年前，我们的长辈，哈，我们的长辈，他们觉得哈，中华民国不在台湾呢，啊，为什么？就短短的69年的时间，让台湾起了很大的变化，让很多人觉得哈，让我们的长辈哈，突然就要去接受很大的矛盾。他们会觉得，当初他们是觉得日本帝国在台湾，日本天皇在台湾，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大日本天皇在台湾，啊，突然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对他们来讲很矛盾呢。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对我们这一辈的，我们会习以为常，因为我们从国小开始读书，我们就学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这样子，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观念、这个概念，一直灌输给你，所以让你觉得，让你感觉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所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没有办法正常化。我们可以重返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来就没有台湾队呢，从来就没有台湾队。我们有回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哦，那我们是用什么名义来参加的？中华台北啊，啊，什么叫中华台北？我们问过很多的老师哈，他们也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中华台北。原名哈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wan，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所以中华台北那个五环旗哈，五颗圈圈的五环旗，在国际上他们会认为那叫台湾，因为你自己讲的嘛，中华民国在台湾嘛。可是他们不认为那个五环旗代表台湾，中华民国国旗也不代表台湾，那到底什么代表台湾？你敢不知道到底什么代表台湾？以后去参加比赛啊，带这支旗子啊。这支旗子代表台湾啊，这支旗子真的代表台湾啊，他们才会知道这叫台湾的旗子，台湾民政府的旗子。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正常化哈，真的要靠各位。因为你的公务人员，你给你挑战哦，他在跟你挑战的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你要怎么跟他解释？你用什么很清楚的概念跟他解释清楚？你六十高年哦，你读的历史是假的，
为什么六十九年读的历史是假的？因为自以前到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只在台湾适用，在台湾适用，到国际上没有人会承认。在1830年，拿破仑战争，那时候战争，战争完结束了，国际，国际上就已经成，都有一个公约，万国公法，占领不可以移转租款。你只要以后让你的公务员清楚了解，你只要跟他讲这两个重点：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如果占领可以移转主权，我跟你讲，现在哈，世界可能一半都是美国的，各位同意吗？一雄强嘛，中国大陆的军队哈，中国的军队都承认他落后哈。这个我们的战争史，中国的那个国防部长他们自己都承认了，他们落后美国军事20年啊。中国人本来就爱碰红的嘛，所以大概是一倍啦，落后40年。好，他不是只有落后20年。甚至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强权，各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不是苏联，国际战力评估报告第二名是日本。那日本为什么那么聪明？我们的大日本帝国为什么那么聪明？他们为什么军事强权会在第二名，会排在第二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对不对？日本不能有那个很强力的武，他只能自卫，所以他只有自卫队。可是日本他规定日本在海上服役的潜水艇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会在海底下航行，然后那个置敌人海军于无形哈。啊，一些潜水艇只可以10艘在海面上服役。那日本建造好潜水艇，非常优秀的核子动力潜艇，好的潜水艇下海服役，几年料的退休啊。一艘潜水艇可以服役几年？30年没问题啊，一几年都该退休啊。啊，几年个退休，伊都该唱去北海道，哈、哦，过新的十条个礼拜，过开始服役，几年个退休，嘿。所以伊讲吼，中国的海军呐，敢甲伊唱腔吼，5分钟，中国的海军就无去啊，嘿，因为伊使随时吼，伫个北海道钓百外艘的潜水艇，嘿。落去下骹，何你安怎死的拢唔知，哎，这是真的。所以不要长敌人威风，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有一个重点哈，我想请问一下，咱的祖先哈，咱的长辈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咱有作战不？有呢，咱有修整呢。啊，咱个像整，咱个美国整啊，啊，咱正也正输。吼、哦，阮电来你问吼，朋友拢讲咱正赢，嘿，咱正输啦。咱迄个时咱是正输啦，啊，咱正输了，所以才会去予美国占领嘛。啊，予美国占领，咱才会变成讲美国即摆军事占领台湾嘛。啊，咱正输了吼，你敢有听过？咱正输了，咱正输美国，正输中国，啊，咱阁去做美国的兵，安尼敢对？你有没有听过战败国的这个人民去当那个战胜国的人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军队？啊，咱有做战胜国的军队无？有做过兵的亚秀？哦，我嘛有嘛。啊，你做哪一国的兵？中华民国的兵嘛。你不是认贼作父，在替你的敌人打自己人吗？如果今天一战叫你去打日本人，你不是在打你的母国？对啊。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跟美国讨公道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求美国军事政府让我们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台湾的地位正常化，我们才可以真正抬起头来，我们才可以让我们自己走到国际上都有真正的法理地位。我们现在都在讲情感的台湾，政治的台湾，情感台湾，政治台湾，对我们有没有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有法理台湾可以走出去，走到全世界。所以你们一定要在初级班，你一定要有这些很基本的概念。所以跟各位建议在上课之前，跟各位建议你一定要看3本书，一定要看目前出来的，以后将来会出到6本。第一本书《新台湾论》，那边都有在卖《新台湾论》，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第二本《台湾战争史》第一集，第三本《台湾战争史》第二集。台湾战争史会出到5集，所以总共有6本书。这6本书你一定要看清楚，你才会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你再不要拜去用蝌蚪了，
你也拜要娶的迄以前去学中华民国教育吼，69年迄政务那个事务官，你每天会被他们挑战呢。你现在是台湾民政府、美国军政府，好、哦、辖下的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你要去带领中华民国的事务官，你要去改变他们的想法，改变他们的69年来他们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习惯有多可怕，各位知道吗？我举个例子哈、哦，毛线呐、啊、哈、哦，一条毛线很细，对不对？用手一折，用手一拉，用火一烧就断了，对不对？那毛线一直在缠，你一顶毛线。缠成一颗球会怎么样？天浪也听哦，哎吼，一根毛线打你会不会痛？一个毛线球哈、哦，里面打你会不会痛？里面再一个那个铁管子啊，然后缠起来这样，这样安尼天浪也听哦，哎吼，习惯就是这样哈、哦。所以咱听有人听人讲吼，迄老婆的骂老公，迄西人个性，西人个性，哎对，迄西人个性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你要去改变中华民国事务官的习惯，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要有很清楚的法理的概念，甚至你要清楚到我们现在的政府，我们的主张跟立场，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日本天皇现在保有所有权，好，然后呢，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占领权，美国总统要按照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那个。阿 K， 你先给我看那个林志升控美案那边，我让各位看到哈，这个是美国的法院跟美国的法官，我们那时候在辩论的时候，这个比较有点深哈，我用很简单的概念让各位知道，当初在美国，他们的法官他们也都认为这样子，他们的那个律师哈，代表美国律师他们也都认为这样，在那个林志升控美案的那个哎。这个哈、哦，梅丽莎·帕特森代表美国，哈、哦。然后呢，这个法院就问他说：“哈、哦，我们要求法院哈、哦，他要求啦，美国哈、哦，那个美国律师要求法院用很确定的方式驳回原告，就是我们林志升秘书长的行动，理由是为了解决美国对台湾的法理主权，他将涉及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解决法理的主权，它会涉及到政治问题。什么叫政治问题？”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已经有一个管理当局了，这个管理当局会跟台湾民政府会重复，因为我们已经派一个管理当局在那里了，可是这管理当局不合法，不合万国公法，不合战争法，不合国际法。为什么？他们从一来的时候，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什么叫流亡政府？刚刚那个我们的潘议长有讲到哈。国家，嘿，我们叫流亡政府很清楚啊。我戴高乐，法国有流亡政府在伦敦，可是同时那个时候哈，英国政府也在伦敦，还有一个流亡政府也在伦敦，波兰政府也在，流亡政府也在伦敦，所以有同时有三个国家的政府在伦敦。阿别听像哎，同时有三不，同时有两个国家的流亡政府在伦敦，跟一个真正的国家的政府在伦敦，那要听谁的？听英国的嘛。法国不能听法国，不能听波兰，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国家嘛，他们将来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嘛。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哦、他流亡到台北的时候，我们要听谁的？我们那时候不是听他的啦。我们如果那个时候我让那大人哈，也是给咱出声，也是给咱站声哈，咱还听是本天皇的啦。因为那时候台湾是从1945年的4月1号开始，我们台湾就属于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已经按照万国公法将台湾宣布，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也就是说，台湾这400年来，一直被人占，哈，一直被人家占据，一直被人家管理，哈，真正的台湾就有母国了。台湾已经属于从1945年4月1号，台湾以后不再是拓殖地，也不再是殖民地，不像索马利亚，啊，不像那个那些其他的一些可以被那个。切割的哈，像他们对殖民地的那个哈，可以去转移主权，不像这些国家，我们是真正的属于日本天皇。从那个时候，从那一刻开始，啊，咱有应该讲吼，较简单解讲，咱有公骂了哈，以前拢无公骂嘛哈，所以这样很清楚，在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属于日本天皇，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变到现在。但是那个时候，日本是战败国。
美国是战胜国，所以美国说了算。所以美国那时候才会说哈，他会要求，他会要求日本天皇不要再行使任何主权，他怕日本天皇又要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民族性非常的优越，非常想跟德国一样，他们会想要再真正的占领全世界，所以他们怕他们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削弱他们德国跟日本的兵权。没有，你想想，两个国家去打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还打的几乎都快赢了。好，如果不是那时候原子弹的话，搞不好那时候德国跟日本就统治全世界，一人分一半，东半边是日本，西半边是德国。那个是那时候真实的状况。你到这，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哈，德国的教育哈，德国的教育哦，它让德国日耳曼民族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一半是德国人。德国8200多万的人口，好，全世界190几个国家60几亿的人口，快70亿。全世界的人口一半得到诺贝尔奖，然后一半是德国人得到的，他们到底强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如果各位有兴趣，我的投影片里面都有，我没有办法全部讲给各位听啦。如果各位需要投影片，都可以拿你的 USB， 你们以后上课高级班来记得带 USB， 然后去跟他扣资料，我的资料全部都可以扣。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边，我们回到这里来，先来了解美国控美案，这个那林志升控美案，法院如果一条一个字一个字在这里分析诉讼，就断言原告根据美国的移民法跟国籍法成为我们美国的国民，我认为那就太轻视本案，认为可以就案情的法定理由来显示国民在法律范围内的定义是出生在美国外的属地者，其实仅限于美国萨摩亚跟那个萨摩亚跟斯温斯岛。这个就在跟他前面的这一段就在讲说，美国没有办法承认台湾是美国的国民，在前面这一段在讲这个。然后法院说，但是就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地位，美国政府到底立场是什么？特别是美国那时候秘书长一直在强调，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台湾不是共同占领全国去占领的，因为美国打败日本，主要是他打败日本，所以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这是不是一条好的法律？帕特森一共，我认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行动。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里面他们法律用语人家说你要知法你才会懂得法律的人，法律永远是给懂得法律的人在玩的嘛。他这里在跟你讲的这里面的用语是什么？你要去了解。我认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有效，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行动，什么意思？旧金山和平条约一直都没有用在台湾，从69年前到现在一直没有用在台湾。那台湾到底用什么法？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什么？临时法。那真的什么是有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这是真正有效的法律，但是还没有用在台湾。好，美国是不是主要的占领者？对不起，好，美国还没有点点点，他讲不出来。我要明确的指出，美国不是。有公车能够进去，坐电视美国不是台湾主要的占领全国。好，它里面讲到美国不是台湾主要占领全国，这里面这是一个陷阱那我们秘书长就让美国那个律师一步一步跳入那个陷阱美国当初来台湾，它不是主要占领全国，那它是什么？它为什么可以用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然后要求中华民国来？暂时管理台湾，如果是共同的占领美国啊、英国啊然后法国啊共同占领台湾，那请问一下，麦克阿瑟可不可以发布第一号命令？不可以。那蒋介石也很贼啦，我讲真的，他当初他不敢来台湾。你敢知道一开始的时候，蒋介石他没来台湾，台湾那个时候是向在台湾，你敢知道？陈仪那时候管理台湾的那个政权，那军权呢？军权像你管孙立人，陈仪管政治，孙立人管军权，他们两个在管理台湾。那时候是台湾的临时的台湾民政府，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本来可以依照那个国际法一直这样走下来，他们完全去自己去毁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蒋介石打败了，他在重庆，他没有办法，他只有。绕跑，
他从中国已经被毛泽东逼到没有路可以退，所以他绕跑。他绕跑呢，他又不下一下子哈，这个历史我们的档案里面都有。我们自从告赢美国之后，所有的那个档案都开始解密，美国就会给我们一些档案解密，档案解密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哈，那时候蒋介石带着他的一级的干部哈，还有那个驻美代表飞到澎湖，因老爹朋友，他留在澎湖哈。当初他留在澎湖的时候，他不敢来台湾，他还先去探路，他还先请宋美龄到美国去探路，请那个驻美代表哈顾什么哈也到美国，也到台湾来探路，探什么路？他来到台湾会不会被人家当作那个流亡的哈，赶来赶去？所以哈，他先去问那个，因为陈仪那时候管政治没什么，最重要是孙立人，他手上有军队，台湾的驻军都在孙立人的手上，所以他就问孙立人。然后宋美龄也用了方法，让孙立人以为，哈、哦，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所以孙立人就飞到澎湖，说跟跑到蒋介石前面哦，只差没有跪下来。他说我们永远效忠领袖，哎，说他永远效忠蒋介石，所以蒋介石就飞来台湾了。这个魔王飞来台湾以后，台湾的我们这些精英分子就惨了，哎，那时候就有念过书的哈。哦，然后稍微了解一些概念，都知道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从1830年拿破仑战争以后，就规定了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哈、哦，所以呢，他来这里，他不可以把我们全部变成中华民国国籍，他不可以要求我们去当兵，他不可以要求我们去纳税，因为他只是流亡政府，他只能乖乖的待在台北。啊，今天美国要让他再流亡菲律宾，他就流亡到菲律宾。那时候他把我们全部转成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哈、哦。那个时候啊，美国他非常的不高兴，他已经跟那个，跟一些国家都讲好了，好，也跟菲律宾讲好了。那蒋介石他们父子可不可以哈？因为那是蒋经国写的哦。他说：“爸爸，我们好像又要被赶出去了，哎，因为菲律宾已经决定要收容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马尼拉这样，哎，所以他们本来要流亡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可能哈、我们台湾可能真正虽然无虽名了哈。”还没有机会可以平反，因为刚好遇到南北韩战争，哎、欸，美国突然又需要蒋介石帮忙哈，跟他去跟毛泽东打，所以又被他躲过一劫，所以他就这样可以在台湾哈，死在台湾可以安老，没有他应该要死在菲律宾的，所以那些状况哈，让孙立人哈去把蒋介石引到台湾来之后，孙立人从此以后就不见天日了，哎、欸。哎、欸，就被软禁到死，好可怜哦。好，法院说美国已经改变了吗？因为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主要用语哈。嗯，美国已经改变了吗？这是《旧金山条约》的主要用语，不对吗？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帕特森哈，美国的代表，他说是的，条约有规定，但是我认为哈，它有一些相关的变化。如果法院哈着眼于法理主权，首先1954年哈，在共同防御条约里面，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管辖中的领土。1972年，我们开始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谈。1978年，卡特总统宣布，到1979年哈1月1号，我们终止对谈。1978年，我们终止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法院问他说：“但是那为什么？我不要管你那后面你怎么去改变相关用语了哈，我不要管你后面怎么样。我问你，为什么主要占领全国的用语不合？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一个政府叫中华民国。”他说：“当然了、啊，庭上。”他说：“那我认为已经足够了。”没有。法院问他说：“有没有其他例子？或者那已经足够？”他说：“我已经足够了。”庭上再次。我们没有提供旧金山合约的解释，我们不认为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原告控诉的是林志升控诉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让美国成为主要占领全国，然后他们采取跳跃式的推理说这意味着美国是法理主权，然后再一个跳跃以法理主权说他们是国民，好、哦、说我们是美国国民。他说我们一直在跳跃了，他试图去扭曲那个美国法院，那个、美国法院他们那些法官也不是笨蛋哦。他说，他就一直争，他说那句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好、哦，我的意思说，它必然代表某种含义。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一定代表哪一种某一种含义？你把战争史念通了，你就会知道。
主要占领全国、次要占领全国、哈、共同占领全国，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主要占领全国，他有办法，他有那个能力去支配那个国家，哈、的人民，因为他是主要占领全国。但是他现在只是拥有那个，他只是占领权而已，他没有所有权。他再怎么样去使用分配，用你的钱，他也不能说这个土地是他的，也在用你这土地去赚出来的钱。啊，叫你去那个跟他做贸易什么这些，但是他不能说这个土地是他的，因为这土地是有主人的。秘书长刚才讲，你去住国宾饭店，你可以说国宾饭店是你的吗？你是他的房客，但是你不是那个国宾饭店的拥有者。拥有者，台湾这块土地的拥有者就是日本天皇，从1945年的4月1号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为什么日本现在一直要修宪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就一直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就算美国他的主要占领全国、哦、他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土地是他的。帕特森、哦、被法官一直在问了，问到有点愣住了，他说啊，什么事？你在讲主要占领国？他说对啊，没错啊，你一直在讲的就是林志森一直在提的就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嘛，美国拥有我们的那个占领权嘛，所以美国要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化嘛。帕特森说，我认为哈、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签署该条约，它是日本的主要占领全国，那有什么不一样？他在玩文字游戏嘛？我告诉各位哈，我们常常在讲哈，那个法律不溯及既往，对不对？所以最主要先签约的法律，日本帝国的宪法，日本国的宪法，日本国宪法是因为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去改变的，所以日本帝国的宪法只要恢复法律不溯及既往，它本来就是最早的那个母法。一样的道理哦，旧金山和平条约那时候就是真正的，它不是暂时的命令。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签署的，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有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很多条，里面有相关台湾的有好几条，所以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对台湾有很正确的告诉他们说，美国是日本的主要占领全国，那台湾是日本的领土，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美国是日本的主要占领全国，那台湾是日本领土，那台湾是不是美国的主要？美国是不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当然是啊。他有些犹豫，哈、哦，他说他提供一个明确的美国哈、哦、最终确立该条约，因为再次我们就是不认为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啊，够被凹。那个律师就想要耍嘴皮子，一理被凹嘛。他说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啊，好、哦，原告声称他们的权利追寻。不是单纯的根据该条约，而是从一个事实，即使该条约使美国成为台湾法理上的主权，而美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表示，无论谁是台湾法理上的主权，他不会是美国，这是所有原告诉求的依据。你会发觉，当然知道，你看，一共哈，美国是台湾的法理主权，美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表明，无论谁是台湾的法理主权，他不会是美国。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问各位哈，我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白马是不是马？白马是不是马？那韩非的一个理论哦，白马是不是马？白马是马，对不对？那黑马是不是白马？不是，对不对？所以黑马不是马，对不对？黑马是马、啊，这韩非的那个马的理论嘛哈，白马非马，白马是马啊，黑马不是白马，所以黑马不是马。美国。是台湾的法理上主权，按美国说，他不论谁是台语法理上主权，他不会是美国。你有没有觉得那鲁肃一个人拍大啊？我们在跟你讲一下，美国是台湾的法理上的主权、哦、但是他非常清楚的表明，无论谁是台语法理上主权，他不会是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规定，美国是台湾的法理上的主权国，哦、主要占领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就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你要了解，这是我们那时候控美案，美国律师自己跟你吹，跟你修派哈。法院说好，跟这个条约的用语创造了哈，你跟你讲的嘛哈，你讲是创造嘛，你不承认嘛啊，你创造了美国是法理上的主权，那美国有退路吗？美国有没有退路可以退出？我现在不承认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我把它退出这个条约，可以吗？不可以嘛？我不认为嘛。法院说我不认为他们可以嘛。帕特森说啊，当然啦哈。黑鲁苏公庭上，我认为哈，任何的争论
谁是一个领土的法理主权，完全是由政治部门来定夺。我回来了，到底要谈情感台湾，还是政治台湾，还是法理台湾？情感台湾、政治台湾，他讲的这些，台湾都走不出去，走不出去，走不出去国际，国际上也不会承认，台湾也永远永远哈。如果今天一直中华民国在台湾，你们永远永远会妾身未明，永远就是那个没有户口的小三生的小孩。真的，你永远都妾身未明啊，你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说，我有爸爸，我有妈妈。因为他一直用中华民国在台湾，他用政治台湾，所以当这里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由政治部门来定夺，他就死了，他自己讲错话了。法院说，如果一个条约规定美国是法理的主权，美国是台湾的法理上的主权国，法官说，法官会不会改变？我认为，他说，请问一下，行政部门可以单方面改变那个条约吗？行政部门可以去改变宪法吗？谁才可以改变宪法？整个立法部门还要开四分之三，整个国家人民甚至要公投来决定这个宪法要不要改变，就像德国的基本法，每个国家都一样，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他像等同于美国宪法哈。帕特森跟你讲，哎，鲁斯讲啊，我有点动摇了啦哈，你这边在思考哈，看我上面把的红环哈，那高华德哈控诉卡特啊，我认为总统可以啦，一不然奥加讲总统也塞啦，哎，但总统要不要遵循宪法？要啦。他熬不下去了，一共总统也塞了哈。法院说：“我来帮你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连总统也不可以，好吧？鲁苏公哈啊，我不相信该条约有什么回来，那又没什么，就像和平阿伯先啊哈，他又没有什么，我可以确立的，美国是法理的主权者。我认为哈，要构成这个境界，要看看该条约里面的内容。法院的声明如何来审视政治议题，而这个法院在 Vicure 哈。这个里面的判决跟引用贝克说哈，他里面就讲到说那个主要占领全国哈，这个英文字很深啊哈，这个法院的用语哈，我在字典都查不到哈，但是我查到相关的意思就是主要占领全国了啊。好，这里不同的是，该条约的语言是否支持律师你讲的，如果事实上主要占领全国的用语哈是美国在法理上的主权国，你就麻烦了。你都要那样讲啊！美国如果真正是台湾的主要的占领全国，你都麻烦了。你要讲总统也在盖，政府部门也在盖，所以今麦哈，咱台湾是要听美国军政府还是美国的国务院？请问各位，咱在四月二五哈，我们在4月25号，去年4月25号，那时候有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国务院讲，咱也在办台湾的护照，哈啊，美国的军政府讲，咱也在办台湾的旅行证件，那还听像诶。对啊，啊，也许那公公去听美国国务院，咱就死啊，因为他是行政部门。我们现在在台湾是受美国军事政府管辖，跟美国国务院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也许吼，你也感觉吼，阿伯，你去做政务官的时候，赶快呐，你要处理这样代志哦，足侪人拢来讲，足侪意见的，啊，向你做决定。做决定的时阵吼，迄个爱向爱负责任，是你还是你下骹的人？你啦。所以你要想得清楚，会去用鞭刑的是你，不是你下骹的人，吼。所以你要想得清楚，你这做嘞，吼，会去用鞭刑无？还是对国民吼有交代无？吼，对咱台湾人民有交代，那有交代吼，你都甲做嘞。去用鞭刑你嘛唔惊嘞，无你用莫去用皮亚红去用砍咧行吼。所以那时候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国务院，他甚至到时候会跳出来什么美国 CIA 哦，什么美国总统派特使来跟你讲，哎，你都不要听，你只听一个人的。美国军事政府的，他们最清楚战争法。我们现在适用于在台湾适用于战争法。啊，等一下我再让各位看哦，战争法，战争法是什么哈？好，法院公哈，法院公啊，你拄着麻烦啊，你爸呀，嘿，伊公哈，我来提供美国的立场啊，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不是该条约的旨意啦。台湾是美国的，不是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这不是该条约的旨意啦，哈，你整下来。但这可能意味着哈，这并不是指美国是台湾法理上的主权者。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哈，你应该要判别分析。我在这里提出特别的问题，而在这个特别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是美国是不是应该主要占领全国，你会发觉那个律师已经语无伦次啊，哈，你得动作也解笑哎，等下法律上哈。
公美贵法官唔在地开始地阿哇哈，他开始玩文字游戏了，你会觉得听起来都，当你那个对条约看不懂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我们就要去逻辑分析，把它简化哈，把它归纳出你听得懂的。当一个教授哈，还是公职的专家哈，比如说我这边开始跟你讲的，你拢听无的时阵吼，你拢卖听。那个专家开始讲的时候，你可能家己嘛无啥了解。专家，哈，他讲的东西应该要让你很清楚的、很明白去了解他在表达的意思。他讲的很复杂，你没有办法去执行，你就不要理他。他说：“我提供美国的立场，这个就今天和平条约主要的旨意哈，不是这个，不是指美国是台湾法理上主权。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判别分析，要提出特别的问题，哈，特别提出特别的问题，哈，特别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应该主要的占领全国，而是原告的美国国民诉求进一步与否，指美国台湾在是台湾的法理上主权，就这两个问题，原告的诉求注定要失败。一共呢一定要失败了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哈，我们告赢了以后，我们跟美国开始要求，我们跟美国的行政部门，他说要跟我们开始建立 ，OK， 那个协商那两个，我们协商以后。我们注定要失败，可是这2006年到现在八年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跟美国协商的一条一条在做哈。有点深哈，如果各位到现在哈看不太懂，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很简单，我把它归纳出来，让各位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第一个，台湾的国际地位，哈，我们现在要求的。你美国军政府要协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国际地位到底是什么？中华民国殖民政权代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日本台湾。所以我们现在的正确的国际地位，你要让你的事务官通通了解。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殖民政权代理美国军政府占领下的日本台湾。所以现在中华民国政府离开了，由台湾民政府，哈。直接来接掌台湾的政权，你不用担心中华民国政府怎么离开，因安怎来，美国安怎上瘾来，都安怎上瘾造，盖干单。所以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诉求来讲，我们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不跟他抗争，我们只用很多方式来反对他，用各种方法跟手段，我们不配合他的政策，这些都是我们的诉求。所以各位要了解，我们哈等到中华民国政府离开，我们开始去执行的时候，就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现在已经，我们从这八年来跟美国执行的，一直到今年我们要执政，我们跟他协商的这些，我们都一步一步在实践，哈。所以各位要了解，中华民国离开，美国军事政府会带他们离开，很简单，直升机到总统府把马英九接走，然后那个军权把他拿过来，哈。美国的军队六月要进来，所以这些都很正常。我们要接政权，我们是跟美国军事政府，我们不是跟中华民国管理当局，所以我们不会跟他有任何冲突。啊，各位要慢慢开始学习用智慧哈。你到那边哈，开始会有很多人可能不会跟你很配合，你要用你的领导力，真的要用领导力，慢慢的去让他们以身作则，让他们信服，让他们愿意跟你配合。我们真的是在为所有的台湾人民好。希望台湾的人民将来可以丰衣足食，希望像俄罗斯一样，每个年轻人都有房子可以住，不用再炒房。希望像俄罗斯一样，像小朋友念书都不用钱，让贫穷的人、富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不会像现在你要当外交官，我的口才很好，我的口条很好，我妈妈从小，我妈妈是那个广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所以我从小的他就训练我演讲朗读，可是我的口条再好。我的演讲比赛永远都是第二名，我没拿到第一名啦，因为我是本土台湾人，我不是外省啊，我不是中国人，所以第一名一定是中国人。那有可能，咱本土台湾的迄北京话讲甲比中国人的北京话较好，安尼敢有可能？所以我讲啊，讲较好，我会用儿化韵哦，我都会用我的，我以前讲的是足标准的，我本来就不爱讲啊足标准啦，我讲啊吼，阮妈妈听了会起鸡毛皮安尼。真的啊，我可以把那个中文讲得非常的那个字正腔圆，而且卷舌，嘿，还不爱讲你了哈。
啊，所以伊要训练讲吼，伊甲咱中，咱甲咱本土台湾人都当作次等国民，他不会训练，他要把我们灭族，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他不能把我们灭族，但是他实际上就在对我们做灭族的行动，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一些从小一些概念哈。你讲今麦要叫我哈，自头到尾用葫芦话讲一只口，我无法度，我没有办法。但是你说叫我回到国小，以前我细汉时阵，我都不要讲北京话嘞。我跟爸爸妈妈讲话拢嘛用葫芦话，用台语。我哪会讲北京话？啊，去学校了，我为什么一下都会晓北京话？因为学校未使讲葫芦话，讲葫芦话爱罚钱，不准你讲任何一句的葫芦话，一句的葫芦话对。嘿，迄个时阵，伫阮迄个时代，他就这就是一种灭族的行动啊。第二个，我们跟他们商量的事项，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中华民国流亡政权。不能违反国际法的主张。第三个，流亡者不得就地合法，中华民国不得使用台湾政府的名义或者名号，所以他在外面都是中华台北。第四个，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旅行文件，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 ，ROC 护照是违法的 ，ROC 护照只有台湾可以用呢。你知道在美国签证啊？美国签证，金门跟马祖他们签什么 ？China， 对啊，他们签中国呢。ROC 只在台湾跟澎湖在用，哎，用一个违法的证件，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外交部的那个领事事务局还办一个那个认假护照哈，那个里面都有，这里面很多资料很好笑，有一个那个印度的那个英国的旅行人，他到印度用那个乌托邦护照，哎，他自己做的哦，可以用，哎，英国政府还给他盖出境入境，哎，不然印度政府啦，大概只有印度会给他盖出境，所以。他拿一堆假护照在他认哈，哪一个是假护照？按中华民国的假护照，他们都认不出来。中华民国这本也是假护照啊。停止台湾人服兵役，占领区的人民不得当占领者的兵役，啊，就算自愿也是违法的。我们怎么可以替敌人当兵？再叫你去打母国，你真的要打吗？你去当他替他当兵，然后叫你杀你的爸爸妈妈，你要杀吗？不要嘛。所以不能替他当兵嘛，这我们都有做到哈。停止中国人移民台湾，保持被占领区民族特性是战争法的规范。好，第七个，停止流亡政权所有的选举。好，如果来得及，我们今年就不让他们选了。啊，台湾人非自愿参与选举，不当利益严重扭曲，因为一票拢是钱呀，那种钱堆起来的。最后一个，我们请那个美国军事政府依照琉球的惯例。返还台湾给予日本天皇，或让台湾日本成为日台邦联，这是我们目前在要求一步一步在做到哈。最后一个，今年六月到八月，你就会看到了哈。好，回到刚刚那边，再上一个，我们的主张跟立场。所以我们的主张就是遵守国际法、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什么叫国际战争法？我刚刚有跟各位讲，你要记得哈，这个很简单，一些简单概念，因为人家都会问你，国际战争法是什么 ？OK， 国际战争法，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的第四条里面就严格规定，哈，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日内瓦的和平公约，这样才可以规范。没有一些大的国家，那中国可不可以开始侵略印度啊、缅甸、巴基斯坦这些比较小的国家？阿富汗把它站起来就是他的啦，就像以前成吉思汗这样，打到哪里去，哪里都是他的。凯撒大帝打到哪里去，哪里都是他的。如果全世界都这样子哦，全世界都讲英文啦，好，或全世界讲德文啦，这世界真的一点都不可爱。如果全世界没有昆虫，会很可爱吗？这个地球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样性，才会这么的有趣，有那么多种的语言，才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地球很美丽。你有时候在听人家听不懂的语言，听人家在讲法文，听人家在讲英文，你会觉得蛮好玩的。所以这就是语言的多样性的有趣。第三个，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跟有关战争部分的公约。第四个，
1940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汇编，跟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五个叫做国际战争法。好，回到，这是我们的主张，好，要清楚知道，让他们清楚知道，我们就是要让台湾地位正常化而已，这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让流亡的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我们挂车牌，我们发身份证，我们做很多合法的事情，合乎国际法的事情，让台湾管理当局他一点皮条都没有。我真的、啊，我的红牌啊，哈，我们现在车子都叫红牌嘛，我的红牌啊，我伫街头去赛哈，从来没有遇到警察取缔过，都算伫个高速公路，警察对伫我后边，对十分钟，对十五分钟，因可能伫查资料，因嘛会开走。啊，有一个较趣味，我拄好吼要去台北演讲，我穿安尼，啊一个旧车，吼，啊一个我出来阮巷仔口，啊拄好一个管区伫遐，伊看到我吼，伊无甲我行礼啦，伊就随我都快停落来吼。騎很好的，啊，把我叩頭問，他說，欸，請問咱這是哪一國的那個大賽的車齁，現在來到咱這，嘿，來到這個那個窮鄉僻壤，嘿，他就是我是大賽的車呢，嘿。所以，咱這都完全合乎國際法，所以我們沒有違反，我們下面有掛那個台灣管理當局的車牌，齁，啊，上面掛的是美國軍事政府真正合乎國際法的車牌。所以咱的车牌伫街路伫行，拢无问题。好，然后呢，我们的立场就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啊，这都要用头壳啦，哈，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做。咱因为咱今麦吼还未完全执政嘛，哈，所以你若不爱纳税金啦，哈，啊，你若不爱纳什么健保费啦，哈，老人年金、国民年金，嘿，你都爱有方法哈。啊，我们可以不合作也不配合，但是你要自己有方法，而且你要有这个能力哈，你可以。可以先去不去使用那个台湾管理当局给你的一些福利哈，像我基本上我就不用了，所以那些我都拒绝去缴那些费用。嘿，好，我们看台湾民政府法理的必修的，哎，讲到现在9点，我们还有20分钟要下课哈，这个时候要开始跟各位讲，我们来这里上课一定要修的那个必修的课程哈。必修课程只有20分钟，跟各位讲，拉里拉扎讲太多了哈。我们先来看看哈，我们现在就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嘛哈。什么叫琉球返还模式？美军在战争法哈执行琉球机关占领，好，他先开始设立琉球列岛的美国军种。琉球不是只有一个岛屿而已，它很多岛屿，所以它有刚开始有很多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咨询会啊什么哈，所以他到最后才统一哈。他先设立1945年4月1日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1945年8月10日，冲绳咨询会。1946年，冲绳民政府。1946年，奄美群岛，哈，它有一个奄美大岛，哈，然后奄美群岛临时北部西南诸岛政厅，哈，然后呢，再来1947年，宫古民政府，八重山民政府，它设立非常多。哎，然后再来1950年，哈，这时候过几年，所以为什么今年我们的变化很大？他们也是这样子，慢慢的，哈。从1945年到1950年，已经过了5年了，他才把它整合起来。琉球临时咨询委员会，好，在1950年过了5年才成立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这是正式的。他们刚开始在了解，这是正式的官方名称——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过了6年，成立琉球政府，嘿，然后再返还。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的琉球模式是：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设立冲绳民政府、宫古民政府、八重山民政府；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设立琉球政府。所以战争法推论，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台湾的模式应该怎么样？第一个，设立台湾美国军政府，设立台湾民政府，都开始有要设。哦，啊，不过中华民国伊都无想要设安尼，他不想让台湾人民哈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自治。啊，他不想让台湾人民哈可以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地位、法理地位。所以他把我们奴化了，他从刚开始的教科书就叫我们去念中国的地理、念中国的历史，他一直要把我们从整个去同化，啊，要把我们灭族，所以他不管你是，我们平埔族还是我们的高沙族，他不管，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高一山，啊，那时候我们的那个高沙族的，他想说要成立像这样子的，啊，台湾民政府，
啊，他那时候依照战争法，他被枪决了。但是那个时候是有点牵强，因为他不教育我们，然后我们懂的人他又把我们暗杀了。你知道228事件一直在讲，我们老一辈很多，我的长辈很多都遇到228事件。228事件在纪念，在228台北的228和平纪念馆纪念的人不超过1000个。我们年轻人可能都不了解，我让各位了解啊、哦，在日本时代有户口，到后来228事件结束过了2年之后再去清查户口，我们台湾有225000个人的户口不见了，都是高知识精英分子。不管是躲了，不管是逃了，不管是被杀了，好，我们那个蔡团长，如果有机会，各位上到他的白色恐怖，各位知道他那时候的我们台湾的政治炼狱，就从那时候开始。拢用暗时，拢利用暗时，甲人拖出去都清洗无。啊，有诶，为虾米拢查袂到？因为是规家伙啊，拢去用台机啊，所以无都去查。整个家里被灭族了，所以他是有计划的屠杀了我们有户口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超过225000个，这是非常大的数字哎，想到就很心痛啊！他把我们当那个真的是当动物啊，当那个流浪狗这样一个一个杀了这样。那个当初没有成立台湾民政府，第二个应该成立台湾美国民政府，正式的官方名称，设立台湾民政府或台湾政府辖下哈。结果呢？中国军事占领日本台湾，哈、哦，他本来应该要这样做，他本来应该要哈、哦、设立台湾中国军政府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设立台湾民政府，五个家，五个家，本职为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其后改制台湾省政府即台湾民政府或台湾省台湾政府。为什么迄个时李登辉哈讲要废省啊？为什么美国说不能废省？各位知道吗？美国规定他只能动省，因为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相当于台湾民政府这个地方，中心新村相当于台湾民政府，所以不能废掉，这是合法的机构，美国军事政府辖下合法的机构，所以不能废省，只能动省。叶勋哈，陈水扁当选的时候，然后美国那个在台协会的杨苏弟来给训令哈，公立要按照走，立要按照走，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不准跟嘿，那时候陈水扁雄公这一项啊，伊拢搞不清楚嘿。伊真正迄是伊甲咱秘书长讲，伊讲，奈美国来甲我管，我敢是美国管的，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呢，我哪爱有美国管？吼，啊，美国甲我规定，袂使变成共产党，袂使甲中国大陆安怎安怎，袂使安怎袂使安怎，伊讲奇怪，伊敢若阮老爸呢？嘿啊，所以他很那时候搞不清楚，他说他现在知道了，当那个秘书长在控告美国，他说他知道了，他身为台湾的一份子，他也一定要出力。哦，所以他有签署，一起要去告美国，这样知道了太晚了哈。他要早一点知道哈，那时候我们台湾可能在他手上就成立台湾民政府了。不用想说台湾独立，他那时候他真的很想宣布台湾独立，一共哎，伊就想要宣布台湾独立的，啊，我袂使，美国讲袂使，为啥袂使？不是啦，台湾已经有这个领土啊，已经有房东了。台湾的主权，所以台湾不能独立，台湾只能成立日台邦联，我们台湾自治，日台邦联，这是最好的状况。不可能说台湾哈，现在在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之下，哈，然后日本天皇突然告诉你说，啊，我愿意把台湾割让给中国。习近平我来个讲啊，习近平在去年还前年去找那个日本天皇讲，我现在中国就有钱啊，我想要跟你买台湾，你知不？伊去跟日本天皇讲的。日本天皇讲：“我哈那个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哈。我日本哈，我的皇室无滴卖物件，嘿，我们从来没有卖东西。所以咱日本、中国拢知影，中国的国际战争法专家拢知影讲吼，台湾的领土是日本的，无伊那边去买。他为什么要去买台湾？哎，因为嘴拢滴讲吼，台湾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什么？”爱公金麦哈，银金麦改口啊，说台湾跟西藏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跟钱有关系啦。所以因拢伫改口啊，敢那我咱家己吼，咱家己只要戆戆的本土台湾人拢唔知呀，还在认贼当做父亲。所以各位真的都有这个义务哈，跟这个努力，我们要去让所有台湾人知道。我伫台北开教育训练公司啊。
我在做很多教育训练啊。那我们在讲的，在讲注意力，在讲意志力，我们在讲的很简单啊。那为什么现在会来这边？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小孩子有责任，我要让我的小朋友知道正确的历史。我自己活了一辈子懵懵懂懂的，我真正拢无了解。真正我伫做兵的时阵，我阁是三民主义巡回教官，阁是反台独宣讲队队长，嘿。真的啊，迄所有将官吼，迄规个诶93师在马祖北干93师，迄师长伫下骹讲哦，我伫听三民主义拢就爱困的，你讲的就趣味拢袂爱困的。我现在想想，我是有够戆的。讲到嘴到全破安尼，讲到伊拢袂爱困安尼，讲到真正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嘿，啊什么民族的救星嘿，总统上面挖沟安尼，想到我就硬起的，所以我现在才会很认真要让各位知道。中国占领当局在1945年10月25号，依照盟军的协议得以分配占领日本台湾领土之后，没有协助被占领的台湾人民设立台湾民政府，所以现在台湾中国民政府、台湾省政府在战争法架构之内，啊，他要协助台湾民政府乃至未来台湾政府运作跟占领的责任，在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之前不得废除，因为咱千万袂使讲随个关照，咱阿袂准备好。咱阁需要伊，咱若准备好，咱若家己准备好啊！各位在座，你们如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执政了。这是秘书长常常在讲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战争法。我告诉各位，你可以习惯，我刚才讲习惯像一条丝线，像那个毛线球哈。你一定要开始每天啊，也因为我要跟各位讲，从战争史看台湾的地位，所以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我点六点起床，我就第一个就一定先去把今天的战争法都看完，一天三篇。好，那我们那个战争法在那边有，也蛮好看的。你看不懂，可以像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州那个每一个州里面都有类似的读书会，吴老师得给你导读，你就更容易了解台湾的历史。当台湾战争史你越了解，你越言之有物。我请问各位。啊、哦！我有教阮朋友伫遐讲吼，我教我的学生伫遐咧讲，我讲一点钟，伊嘛就有趣味的。伊袂讲听着，敢那你定来讲两句话，吼、哦，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吼、哦，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你坐在头通啊，你可以从前面历史这样讲给他听。你为400年前，我也是为400年前诶台湾的历史开始讲给恁听。为1600年前，咱台湾都已经有日本占领，上早日本就来咱台湾啦。迄个时阵，荷兰人哦，伊要来台湾做贸易，伊去问迄明朝吼，中国的明朝，我要安怎伫台湾做贸易？伊讲，这毋是我管的啊，迄是日本的幕府啊。好，那时候日本都有幕府，我们现在要开始补修吼日本的历史。那在1600年前，这是我们的历史呢，我们都没有再学，我们都学中国历史，我们都会从那个皇帝，然后什么唐朝、汉朝一直背到现在。我们都在背敌人的历史，我们自己历史都不了解。我们要去了解那个板上之羽的哈，然后去了解那个不毛之地，了解版本龙马，哈，了解这些我们日本的历史。当初那个时候，明朝的那个他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县长什么那些，就告诉他说：“你要去找日本的幕府，因为日本是台湾管的，而且哦，台湾是日本管的，嘿，歹势，讲太紧啊。所以啊，伊讲哈。”伊就去问迄幕府，幕府讲介简单，你一年进贡我30000张鹿皮就好了。所以咱以前台湾的迄平野拢是梅花鹿呢，台湾的特产。啊，荷兰人他需要那个鹿皮哈，他可以保暖，所以他一年就猎30000只鹿给日本进贡给他，剩下的他就可以拿去做贸易。那、啊、所以1600年前日本就伫遮呢，像较早伫遮，日本人啦。啊！咱台湾真正上早是高山族甲平埔族。昨你听议长伫遐讲，你就知影。我们跟那个登山公、登山帽无套足济啦，嘿，无套介济，他们只有套一点点。他们十个来，敢诶，讲昨讲过诶，十个来几个登山，对啊，敢那？所以我们没有透过，我们没有套足济嘿。我那郭宏斌郭老师嘛讲，咱听讲吼，台湾人吼惊死爱钱爱做官对不？迄毋是啦，迄拢是中国人啦。咱台湾人自以前，咱的平埔族、咱的高山族，你是安怎？德国挂菜刀啦，德国挂菜刀都去冲啊，都跟因拼啊嘿。所以我们的民族性跟他们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只是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历史，
我们要开始去了解。啊，你为安尼为几千老百年前来开始甲伊讲，讲到四百年前，讲到即卖，人听了嘛真趣味。我以前都，迄叶启田毋是伫唱迄故乡，我就真正当就爱听我三姐讲伫遐讲故啊，讲日本时代伊外用安尼，伊去日本读书嘛。啊，所以咱爱听咱长辈去讲日本的历史。咱家真正知影讲咱的母国的历史，我们现在开始补修，所以秘书长他也讲，你即摆读个破书拢无路用。我现在学再多哈，我们学很多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学的都是中华民国在骗你的，他教你的只是那个诈骗集团的诈骗手册一整本哎，所以你学会，你只是学会诈骗集团的手册一整本，你怎么会念到博士啊？所以那个博士学位也是假的嘛，除非你是学专科的农业的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重修，所以秘书长说，现在学历不重要，你学会领导学，你学会怎么样让台湾的人民将来丰衣足食，每个人都有房子住，每个人都有学，那个小朋友都念书都不用钱，我们的社会福利做得很好，不要像共产国家啦，哈、哦！但是我们该给大家的，让大家福利都很好，然后我们是一个守法的社会，像日本一样。我昨天在看一个报道，日本在铺柏油啊，人家铺柏油一次铺100公尺，然后呢，那个路哈挖到差不多膝盖，把它挖起来，膝盖那么深，然后整个铺好以后，你只会看到哈，哎，新兴的柏油跟旧旧的柏油，然后无缝接轨，然后像台湾哈，每次只要柏油一铺好，我们都很怕那个车子去搞鬼，弄唔知几条几条呢，劈起来，唔知啥物物件呢，他妈噶，他妈噶流。所以像日本在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板一眼，很认真，那是他们的民族特性，我们也有这样的民族特性。那个是不能套卡贼，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守法，好，真正为人民，成为人民的公仆，我相信哈，台湾人民很乐意这样的改变。当然会有各位的福利，各位政务官的薪水都比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务官的薪水高很多，这是秘书长答应大家的。但是你位高权重，责任也会重，哎，没错，哎。好，我往下哈，看还有五分钟，能讲多少就讲多少了哈。我们哈，美国当局完全有立场，在亲自执行日本台湾的占领之后，依照战争法设立台湾民政府。那其实中国占领当局哈，流亡中华民国，对被占领方本土台湾人，他用两面手法啦。第一个不顺从，在那时候不顺从，他用。占领哈、哦、那个不顺从中国占领军的这个本土台湾人，祭出美国所承认的战争法，予以最严厉的惩罚，弄给他们台西嘛，因为他说我们违反战争法嘛。啊，你如果顺从哈 ，if obey， 他用解放中国台湾哈、哦，在他的身份把本土台湾人纳入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内治理，他要就地合法，然后让台湾并入中国。美国在2009年就已经知道了。自从马英九一跟中国大陆签 ECFA 法、啊，他一签了之后，美国就已经知道他们已经私下都在相通了，所以、哦、美国开始对台湾的军售，以前都很那个大方的军售，开始在那边说这会违背美国的特殊利益、哦、他开始对台湾的军售非常的小心，甚至像阿帕奇直升机什么这些都他们自己人在操作，因为他已经觉得他已经是马英九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同路人、哦，所以他现在非常的防，他不是不对台湾军售，他以后是直接来保护台湾。哈、哦，对于中国占领当局，哈、哦，台湾人如果不顺从，没有办法生存；顺从就会被认同，就会被认为说你是认同中国。所以他两面手法，你要么就认同他，要么就死。那台湾人民哦，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有没有怕哈，不想牺牲，所以他不想死，所以就认同他，开始认贼作父哈。哦，本土台湾人进退维谷啦，所以我们沦为政治炼狱。但是本土台湾人也可以采取两手策略回境哦。南京买凯西短呢，一方面我们顺从，好，因为用政见话嘛，我们暂时效忠，但不要做任何无谓的牺牲。另一方面，我们去美国、去日本，我们一直代表，将来各位有机会都有机会，我都去过了，美国跟日本，我们来致力台湾地位的正常化，跟中国完全的切割。切割之后呢，我们要不要跟他做贸易？要啦。秘书长说：“我们以后就像瑞士一样中立国，每一个国家的好朋友。你觉得美国真的是我们的朋友吗？也不是啊，他把我们害得很惨呢、欸。这69年来，如果不是他们这样搞，哎，
所以美国其实也恨民主党恨得痒痒的。本来中国台湾都没什么事情，就这样得过且过，干嘛我们台湾人民要醒过来？然后台湾人民现在气过来啊，所以跟他要求啊，我们台湾要国际地位要正常化，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出去就中华台北啊。所以我们哈不要去得罪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要依靠美国，因为美国占领我们，我们不希望跟他哈那个贸易断绝往来，所以我们一样跟美国跟中国一样做贸易，搞不好会做得更大。因为到时候他们两个都要巴结我们嘛，然后我们又很自然而然可以回归我们的日本的母语，我们跟世界现在经济的前三名，甚至德国，我们都可以维持很好的经济关系。所以台湾的人民加上我们的战争的赔偿基金啊，加上我们的重建基金，我们以后执政以后，各位一定会有好日子过，这是真的，可以预见的将来哈。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你要开始自立的哈，你真正给开几块时间哈。拜托各位哈，今晚莫等你都开始讲，因为你一点讲到哩哩啦啦，我讲我讲十分，我看了多少资料讲出来十分，台上三分钟，台下要十年功。你若去讲吼，伊听到就无了解，也跟你讲你是诈骗集团嘞。明明你伫讲真话，所以你花一点时间，至少一两个月的训练，好啊。如果听不懂，好，他如果有兴趣，你就把他带来我们中央，我们来帮你讲。我们会有层次渐进式的让他了解，让他接受，这是真正的台湾的历史，一起来改变台湾。我们一起哈，让我们将来可以丰衣足食，让我们台湾的人民，我们本土台湾人将来有好日子过，这样好不好？好，我今天分享到各位这里哈，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学员下课休息十分钟。